名号无上，这是无比殊妙的一个法门。为什么？他用名号接引众生。啊，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。啊，通常我们加上南无。南无是印度话梵语，意思是皈依、皈命、礼敬，啊，有这么多意思在里头。啊，真正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莲池大师告诉我们，四个字就够了。啊，我真的要到极乐世界去，客气话就免了。南无是客气话，如果这个信愿不坚定，啊，祖师叫你加南无，啊，跟阿弥陀佛结缘，我皈依阿弥陀佛，我礼敬阿弥陀佛，啊，就用这些，啊，恭敬的词。如果真想去的时候呢，不要客气了。啊，《诸创随笔》里头有这么一段呢，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，啊，念佛怎么个念法？他教人呢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人家问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法？说我念阿弥陀佛。那为什么你教别人要加两个字？说你们还不想往生呢？我是真要往生啊！真往生就不要客气了。啊，真干呐！啊，得说出。啊，有名号，只有上头没有阿弥陀，没有这个南无两个字。啊，支持名号。啊，这经上说的很清楚啊，很明白。以名号，你看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，就能把一个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有断，戒淫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住十报庄严土，这不可思议啊！那这个法门到哪去找去？十方一切诸佛菩萨没这个法门呢。